要有明星代言呐、啊。明星代言，可是现在看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假假的？有。看到艺人大 S 林心如代言，黄小姐很心动。这家卖阿胶糕的业者强调，祖传六代，官网上方还不定时跳出陈某某在两分钟前购买，让她忍不住私讯想下单。她说网络预订很多，都是按预订顺序出货，有现货在私讯你，然后她就私讯我说要先汇款。其实黄小姐心动想买的阿胶糕，早在古代就是养颜美容的圣品。这是太后赏的阿胶糕。滋身补气，调和气血是最好的。花莲这间陈师傅看准古代高级品阿胶糕的市场，一盒就卖1000多元。幸好黄小姐太忙忘记汇款，才没有受骗。这个厂商应该是利用话术，希望我们的民众然后迅速的把现金汇往他们指定的账户。实际走访业者登记的地址竟然是一片农地，邻居也完全没听过阿胶糕工厂。啊，卖阿胶，有没有听过吗？阿胶是什么？也没有听过哈。没听过。啊，有知道这附近有人在养驴吗？也没有。陈师傅他的整个案件中有很多不实的报道，包括他的检验的报告。幸好黄小姐及时发现这是诈骗集团，才没有把辛苦钱汇进去。提醒民众买东西前要多加注意，千万别花了钱当了冤大头。记者刘姐娇、林玉君花莲报道。